你回头就被拍到了。哈哈哈哈，回头都会被拍。我建议去大医院里面上。我们要来参观科学会馆，六本松的科学会馆。广告。好像在看人家在工作哎，你这样拍好好看。拍摄柜台，拍摄柜台的，真的拍摄柜台。火力发电呀，拍摄柜台。哇，这个好像是在说会呀。酷。適した組み合わせで発電することが必要なんです。未来に渡って。他会看着你，酷，是大头。何歳ですか？何歳ですか？游客经典景点贩卖部，你看那棵树啊，上榜，还有树啦。好立体哦，大雕虫、大兜虫、大兜虫，我想起来了，大兜虫。嗯，漂亮的石头，我觉得如果喜欢收集石头的人，应该就会想要买的去收集。就这些吗？嗯，石头，收集石头癖。流星意大利面，地球石头糖，酷哦，还有创意、哦。这该不是是盐巴吧？这是盐巴，我想说沙花。海龙眼，我想说沙花。嗯，
乙女座是什么？处女座啊，处女座。可是带这个石头真的有比较幸运吗？会吗？这个多少？这个864。没有540、啊，540，这个好酷哦，这个、嗯、这是铁矿哎、欸，是什么？你的是什么？我是黄水晶、啊，招财吗？天蝎座招财，这是有互动的，小朋友在那边旁边玩就是这样。这是什么场所？真的是在做呀、啊！全部都在做机器人。大家看起来都好像天才、哦。后生可畏啊！真的。后生可畏啊！车那种小区啊，扣就可以进来。哇，好先进啊！哦，是在做行星吗？科技馆文静，你是不是话说太多了？
盒子里面，那个哆啦 A 梦吗？已经越来越上来了。哦，上来地面了。看他们拿的那个石头。怎么好像有？往前就会变回来的哦。啊，看到了。对，进入那边进入。
在介绍鞋馆吗？是的。鞋脚板。啊，是红衣猫吧？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动画吗？有有，之前有一个卡通是这种款。看到他们这么认真的开会，我也不敢说什么轻举妄动。What?